我是反对哈，反对哦，赞成。嘿，啊，为什么？好好的这个台北市长做完就好。啊，然后呢？现在半途跳出来选总统的话，有一点很不智。啊，有甲我讲啊，我吼拢无甲恁照顾，拢互恁家己伫生活。啊，这样讲很啊，知道吗？啊。像我刚刚看到哇，好多网友已经在提问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选总统啊？被选总统，被选总统无？伊哦，我那无跟我讲，伊要选总统。好，那我今天有甲问啦。嘿，啊，你有甲伊问？你啥物时阵问的？伊有一摆，唔知多一摆吼，正久前有当来啊，清明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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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讲啊，你是有要选啊？无错啊，电视逐日都咧甲你讲呢。嘿嘿。伊讲哦。我若到时若有登记，就有选；，若无登记，就是无去选。啊、哦，一样的答案，嘿。甲我讲吼，你的态度是安怎嘞？你觉得如果这么多人说选总统，选总统，我是讲吼，阿姨嘛，六十几岁了，啊，我袂使讲做小朋友你甲管嘞。嘿，哦，互伊家己看要按怎想，互伊家己自由。嘿，啊，不过阮两个的意思啊，嘿，我跟我先生的意思，嗯，很重要。阮两个的意思是讲吼，好紧张哦，做医生较好啦。这医生较好，这医生哦，伊真年轻。嘿，啊，咱若甲患者医起来吼，哦，咱嘛偌欢喜个咧。嗯，患者若身体若好起来，嗯，这医生的立场真欢喜，啊，大家嘛较快乐。可是你会不会想过说，欸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的后生啊，会使做总统，你感觉嘛袂歹，总统的妈妈嘛袂歹啊？我唔是你爱什么名啦，现在唔是安尼啦。我吼，我大家呐，规家拢平安快活，安着好。嘿，哦，真的。啊，伊吼做医生是伊的专业，我爱互伊做医生。刚刚有网友在问说，那市长有常常回家吗？刚刚有讲，就说他等于引导啦，引导，困都无时间啊。对嘛，伊是台北的厝啦，啊，若是回来阮家吼是无啦，那我多通行回来。啊，伊嘛有甲我讲。即日我伫个吼，即个慈惠堂吼，啊，伊坐伫我隔壁啦。嘿，吼，慈惠堂的迄母亲节的迄落母亲节的迄落活动，活动吼，啊，伊有甲我讲，伊讲啊，我吼拢无甲恁照顾。哇，讲到很感动呢，就讲拢互恁家己伫生活。啊，这样讲很啊，知道吗？啊。哎，卫生纸，快点！不用了，不用啦。我来讲啦，柯文哲人哦，真认真做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娱乐，我嘛会欢喜啦。唔是讲哦，互娱乐呢，是互骂呢，足奇怪呢。伊有认真做，啊，嘛是你干妈，啊，唔知安怎，我嘛唔知。刚刚我在跟柯妈妈还没有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聊到 我自己是觉得蛮感动的啦哈。他说办那个世大运哈，就是好像很多的那个媒体人就在唱衰嘛，就说如果柯妈妈讲的啦，他说如果台风来啊，然后就柯文哲就要下台啊，地震来世大运办不好就下台哦。柯妈妈就紧张的哈，每天早上拜拜啊哈，就是拜不做，就希望风调雨顺这样子，希望讲风台唔通来。我这是人是袂当控制的代志，啊，希望讲这个所谓选手吼，若来台湾，拢平平安安来，啊，平平安安转去。我阁甲柯文哲交代讲，啊，你人个选手拢来遮个，嘿，啊，你着吼，创较侪方遮个吼，袂枵呢。所以，闭幕典礼的时阵吼，我哪有去看？迄个外国人吼，按手安尼一讲，谢谢台湾，谢谢台北。啊，我偌感动的呢！我可以理解啦，就是他做一个台北市长，一个市大运吼，你都紧张个安尼哦，每天早上起来给你拜拜。哇，做总统你不是每天都拜拜完啊？我是讲吼，啊，做医生就好啦。嗯，哦，啊，那是讲，可能恁大家若有认同，讲有认真，嘿，啊，大家要选好伊，我原来无反对啦。嘿嘿，啊，有网友就说，哎、欸。啊，那个柯爸爸都没恭维呢。啊，柯爸爸讲一个就好了。啊，柯文哲被选总统，你被安怎看？我是反对哈。反对哦。赞成。嘿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好好的这个台北市长做完就好。啊，然后呢？现在半途跳出来选总统的话，
有一点 很自然。所以你是觉得？我是不赞成，选总统。柯妈妈，如果说有人认为蔡总统如果来找柯文哲搭档，蔡柯配，阿里尴尬嘞？我感觉不可能，为什么不可能？不可能，是不可能啦，不可能。蔡总统冇去交赖清德私搭，阿敢有可能？一人一人的生活，我唔知啦。生活内代志，大家拢心照不宣，卖讲。来讲，就是我看到，你们家有放赖清德照片，如果赖清德拢是疑心啊，赖清德来找柯文哲搭配，爱会使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两个人的感情，哎，这老了唔敢猜。哎，啊，赖清德什么时阵来恁厝的啊？前年。前年的7月1号，前年哦，前年7月1号哈，伊是来新竹卖台南的山药，来遐做生意，希望讲台南的山药卖较好咧。哦，啊，医生拢是医生啊，赖医生。对这个赖清德哈，他到我家里来的哈，他蛮客气的哈，客气。啊，对赖清德，我跟他讲，我说。在民进党里面，我最欣赏的哈还是赖清德你哈，所以以后你们尽量哈，有什么事不要闹出来，尽量商量，尽量为台湾哈，你们尽量这样商量去做，不要对立。我们呢，今天呢还有请柯妈妈准备一下比较特别的一些照片哈，因为很多都是大家网络上节目都看过。这张这是柯文哲吗？是，一四个月的柯，另外四个月大概四个月了。四个月，哇，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小的柯文哲啊！国中时候的柯文哲，我就说嘛，他真的都没变过，真的超好看的。真的，你就是找照片里面不会笑的，不臭的，就是他了。还有这张也是，哎呀，这张，哎呦，我们美丽的制作人说很帅，这张亏，卡皮亏啦，很豪迈。头前的路，不知我等多年苦，看袂到，行着一步算一步。